考试都不带笔，真马虎。谢谢小叔，我先进去了。又得奖了，小叔，这个可以送给我吗？可以啊。小叔，我希望一辈子你都对我这么好。你为什么骗我？你明明有喜欢的人，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你又在发什么脾气？是我发脾气吗？明明是你在吊着我。秦洛，你是不是又喝酒了？还说我发脾气？顾子君，你是不是真的以为我说我喜欢你，就一定会喜欢你一辈子啊？我没有让你喜欢我。一辈子闹不成，我不可能只喜欢你一个人。那就不要喜欢他。顾子君，你知不知道我真的快坚持不下去了？你们结婚了，秦小姐，我们3月10日结婚，你可一定要来参加哦。原来是梦。可能这段感情早就该结束。是伦敦圣马丁学院的 offer， 我的设计稿通过了。看来连天意都想让我离开。看到了，我儿子可爱吧？你儿子很可爱，真想抱抱他。这个干妈可一点都不称职，明明儿子的奶牛都没吃上呢。等你回来，你可一定要好好抱抱他。都是我的错，回去之后啊，一定买份大礼给我干儿子赔罪。你要回来了？毕业了，想回国看看你。4年啦，你终于要回来了，想死我了。我也很想你。你下飞机先给我打电话，说现在偷偷摸摸的，我可要生气了。我先去准备准备，给你个惊喜。4年了，我已经和顾思君4年没有联系了。眼前这个众星捧月的男人，是她闺蜜顾淼淼的小叔，也是她暗恋了9年的男人。他怎么也没有想到，4年前向顾思君表白被拒之后，秦洛，他们还会有再次相遇的这一天。What happens next? Download Real Short.